谁让你买那个药呢？妈妈。哦，你妈妈哈，你妈妈呢？妈妈在旁边买东西。在买东西的。这药是谁来用啊？我用。你用？你小孩用这药干嘛？这个药能治我的病。你啥病啊？我们看见他进来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没事。我这是厕所，刚才我让他拿着。就是俺平时都吃这药，俺吃这药都吃了5年了。